在光滑水平面上哈，有一正三角形的均匀面板哈，现以如图时啊哈的几种呢方式呢使水平力了哈，图中各粒的大小都相等了哈。好，施力与面板边缘的夹角分别是零度、六十、九十等等的哈。请问下列图中哪些施力方式会使面板转动而不会移动？首先的话，合力等于零的话就不会移动了。第一个我们看看哦，移它会移动。移的话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向上的力量比较大，向下力比较小，移会移动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这个甲，对，甲的话哦，甲的话不会移动的哈，那甲也不会转动。那乙的话，它会什么？为什么甲不会转动？因为它合力矩等于零，静力平衡吧，它合力等于零，力矩也平衡。物也是，啊，物也是。物的话哪里有事？物里没有啊。物的话哦，物的话它的合力就不一定等于零哦。你看哦，物的话你看哦，这是 F 嘛？那它是沿这个方向啊，我们看它这个 Y 方向的 F 呢 ，cos 几度啊？三十度呢？哦，这个啊，这 F 哈 ，cos 三十度啊，就等于二分之根号三啊，而且两倍嘛，所以它的往上面的合力呢是等于呢根号三 F 啊，所以它会移动哦，它会移动，两米。哦啊、但它不会转动就是了，它会移动，所以的话物的话不是啊、哦、那现在呢它是问说、会转动的而不会移动的，我们甲的话、不要选，为什么？因为甲不会移动也不会转动，那乙的话会移动但是不会转动的，那丙的话呢它会转动那不会移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丙的话、它的合力相等，对吧？因为它三个向量的话呢，夹角分别是六十度、六十度、六十度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三个向量没有通过什么呢？通过一点。等一下我会证明啊，会证明就是说，一个系统呢，它如果拿三力平衡哦，所谓三力平衡就是合力等于零，合力矩等于零的话，那么这个三个力哦，它一定的延长线啊，会通过一点。就一个一物体哦，它如果达三力平衡的话，那么呢，这三个力的延长线哦，它一定会通过一点，一定会通过一点，那这个可以证明的。哦、等一下我做给你看。所以的话呢，乙不是嘛？那丙的话是、啊，它会转动，但是不会移动。那丁的话也是哦，丁的话它三个向量也是各自加六十度，对吧？所以是力平衡。但是它三个向量呢，延长线没有通过一点嘛，所以丁的话会转动嘛，力矩不平衡，但是呢力等于零、哦、不会移动，所以答案的话应该选多少？选那个丙跟丁嘛，对吧？选丙跟丁啊，答案的话就是 C 跟 D 啊，对不对？